好，你看 Vico 有地儿吗？八折，八二三，八二八，一四九。啊！我操！没多少的。嘿，现在是星期天上午，我们今天到了第一个景点。哇 ，Minnewonka Lake Minnewonka or Minnewonka Lake。OK， 今天又是一个非常 smoky 的一天，就是雾特别的大，都看不到山。这天气实在是太不给力了。这应该是山，下面这是水，这是湖，唉，都看不清，全是雾气，好轻啊！不冰吗？不冰吗？我这家不冰。我操！我们现在来了一个 lookout point， 被树都挡着了，啥也看不见。哇哦，这好 Q 亮啊！亮得好亮哦！吓死我了！我专业，我跟你说，我得找好位置了。你照吧。哎，你能不能拿这个，然后把我冲那儿照一张？不要。哈哈哈，那我自己冲那儿照一张。我们现在回到 Banff Town， 然后想来吃一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在对面吧。就是这些啊。我觉得是。现在 Banff Town 是必须要戴着 mask。然后他把现在主街道这里搞成了餐厅，就是看。像这样子，可以去 UFO 呀。我去 UFO，UFO 在这附近吗？有不？没有到刚那就岔道。就是刚那路易那边那个过不去啊。为什么？我们刚刚就是想过这条路嘛，过不去了。这还是好像不去我这个。我们现在吃完饭了，来了早上因为人满而进不来的这个景点，叫 Lake Moraine。对。Lake Moraine， 我查一下，重新来一遍。人家导航都跟你说了叫这名了。你可能是法国 ，Lake Moraine。这路你路你不会摔倒吧？我一个手吧。你们听见了吗？人家刚叔阿姨说3个小时啊。只想走15分钟的人儿顿住了。现在回去就10分钟啊，不是？哇，这就到了采石场的感觉。对呀、啊，这3小时去哪儿啊？这都到顶了。看左边，这有人，跑的龙，这有人吗？我们现在到稍微上点的地方，这样子看这个湖真的很蓝了。这两个人在为了拍照而 argue 中。这边越来越蓝。哇，好多虫，全身都是虫。我操！It is all you wanted to do. All follows you. 我们现在回到 cottage， 今天晚上吃鸡翅。我们现在鸡翅已经腌好了，我把它穿起来，然后拿到外面的烤炉去烧。没穿，我不知道怎么穿。而且袜子不是两个，差一个。两个差一个，就两个签子差，太奢侈了。咱们这条件有限，左一口右一口。它这个炉子是接的那个管道煤气，所以火特别旺。我们今天晚上的鸡翅好了，然后再弄一个青菜 ，That's it。我们第二天，哎，这是第三天，这是第四天，这是你喝的是吧？这第几天？嘿，现在是第四天的中午，我们今天到了 BC 省，对，我们现在在 BC， 然后这个 National Park 叫 Yoho National Park， 我们今天来这边划船，今天还是雾很大的一天，雾超级大，这个湖面看不太出来有山的样子，很雾又不蓝，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可以租 canoe 的地方，
我们打算来一个小时，但没有人滑，哎，一个人都没有。发生比赛，僵硬的身体。虽然现在天不好，这么雾，但是这么雾的天都能看得出这个水真的非常蓝，真的好蓝啊！它太平了，我根本录不出来它在动。这整一个大湖就只有我们两艘船，哦，前面还有个爷爷奶奶，他们在后面，好小一丁啊。这个翡翠湖有一种仙境般的感觉，舒服。这个湖面真的太平了，像镜子一样，然后也没有别的船，嗯，没有那种有马达的船，也不会有浪，就一直飘着，也很舒服，看不见你了。哎，我们现在到了 Yoho National Park 里面的这个瀑布，叫塔卡考，我不知道怎么念啊，有点不像英文的样子。对，超级超级高，就在我们这边，噔噔，这里。刚才觉得很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 look point， 看这边还蛮开阔的。刚我们查那个土著语里面，这种形状的石头叫呼堵。我们今天的晚餐做的特别久，现在在应急处理中。你这样刮了不是都不好看了？我们吃的时候自己刮不就完了吗？是吗？这不一个一个刮，你要刮到哪一年去？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你们因为我们自己刮有那么多个刀，哎，你看你这跟吃过的一样。吃壳是吧？每人发一个针在那儿挑。这是昨天腌的 rib， 这边是鸡翅，跟昨天是一个味儿，昨天剩下来的。然后还弄了一个酸辣粉，这已经看不出是酸辣粉了。这个，酸辣粉。大道上，然后现在是第一站，这是 Bow Lake， 我们已经到达了所有关于 Bow 的景点。This is a song about transformation, water into wine. When you've been holding up expectations, money, love and time.You could claw into the colors of the flag you flew so high, or you could sink into your seat, pretend you never changed your mind. 所以是这个山顶儿，啊，这是银角大王啊。Monkey Sun, there you call my name. 哈哈哈！如果还没了解经典英文《西游记》的，这边请看。Dare you answer me when I call your name? Dare you answer me when I call your name? Huh? Monkey Sun, I didn't get a grow. What about yours? Huh?现在来坐这个 Skywalk， 然后要坐它的 bus 上去。这是我们班服行本次行程的第一个买票景点，因为现在冰原车还没有开，就是它今年都不会开了，因为疫情，所以这个 area 就只剩下 Skywalk 那一个景点还在开着。
们现在到这个 Skywalk 顶上了，有点高，有点吓人。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悬空地儿，哇，他有点害怕。这个拍在这个里面一点也不害怕，就只有看才害怕。哎呀，我在这儿又来擦地了。哈哈，你在这里看不见，那你也死了。对，看，感觉还是挺神的。带着铝条子啥的，没用的，这一塌全完，我跟你说。哎呀，我就尽量保持不僵硬。现在走到这个冰原这个入口，它现在没有冰原车，但是可以让你把车停到这个边上，然后往上爬一段。超级超级的。爬到了，现在风太大了，我们到了今天最远的这个景点，叫 Malin Canyon， 就这个峡谷，冬天的时候是可以爬下去的，它会全部结冰，但现在就只能看看，还蛮深的。玩一下，就要用手去摸那个水，然后就特别爽。我们走完了两个小时，刚刚那个 trail， 然后现在到了 Jasper Town， 来找一个餐厅吃晚饭，实在是没有办法等到回去了。我们现在开回家还要四个小时，所以就决定先吃饭。Just me.